嘿，我是探险家伊泽，在别的故事里我一般都是男主角，但在这里被坑了。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瓦罗兰大陆战争学院，德玛西亚和洛克萨斯打得不可开交，于是无数个英雄们撸成一团，一场场坑爹的战斗就这么打响了。跟着姐姐走，姐姐是杀手，记住三件事，电耗子，第一，别送人头，第二，养姐姐，第三，第一滴血给姐。等等，这可不是什么正经故事，英雄不会救美女，怪兽还会爱上奥特曼。我们躲进去吧，去吧。德玛西亚！哎呀，妈妈怕！德玛西亚草丛三基友，带头的是盖伦，这货自称自己是德玛西亚之力，不过江湖人称草丛伦，是那种专门躲草丛里偷窥美女屁股和虐菜的家伙。狡诈恶徒，正义必胜。他背后有一个男人，威武霸气，叫加文四世，人称周杰伦，他爹是国王，他是坑爹的。犯我德邦者，虽远必诛。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男子，赵信，人称菊花信，拿着长枪捅屁股。之所以令人恐惧，因为十个九坑啊，有木有？长枪一在，菊花拿来。姐因沟里翻船了，对面都是坑，姐一转定乾坤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就称我为草丛伦，这是一种威慑力，他们懂个懒子。威慑力，草木皆兵就是我。德玛西亚万岁！顺便提一下，其实我是喜欢女人的。作为一名皇子，我压力很大，一边是兄弟，一边是国家，国家有难，兄弟帮忙，只有皇子才说得起这话呀。话说这局不会坑吧？我压力好大呀。人们对我有很多误解，说我十个九坑。他们不了解我有拯救世界的能力，但召唤师拿我玩单机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坑？我坑吗？我坑吗？你们看我像个坑吗？我爷爷是赵云啊，有木有？来了来了。就是这只电耗子，弄死他！上吧，举报他！走，搞起！我里面去！德玛西亚！看我天崩地裂！这傻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傻呀！你个二啊！因为我菜呀、你到底什么菜呀、德玛西亚，德玛西亚，仔细想想，我这是被坑的吧？我评价四阿哥坑爹。不是吧，我们是兄弟啊，你们背叛我。